大家好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石窟题材，雕刻的是一个卧佛啊。大家首先先看一下我手里面的这一款料子，我转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料子呢是一个达木坎的料子，半山半水的料子，料子是黄雾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它带有黄雾，不过雾有点薄啊，里面是略带蓝肉啊。肉质地方我们雕刻了一个佛像啊，外面雾色地方就雕刻它类似石头一类啊，侧面的话有些小佛像，大家看一下，有裂纹的地方我们就处理一下，处理成沟壑一类啊。通常来说，就以半山半水的料子来说，以巧色的东西玩的比较多，这点跟大家之前有一个分享。料子它的抛光的话也是采用局部抛薄纱抛光的工艺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佛的嘴巴跟眼睛它一类是抛光，衣服一类啊，肉质手一类是用采用的磨砂啊。这个料子呢抛光出来的胶感是非常可以的，我晃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跟胶水一样的感觉啊，就是它的胶感。对于这个料子来说，大家主要欣赏它的工艺啊。